最近看电视了，天天都看电视。看电视有什么收获？哎，收获不小啊，得到不少知识。最近电视里有一个曝光的东西，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？哦，哪个曝光的呀？伪劣产品。哎，现在啊，有很多的伪劣产品在市场上出现了。咱们国家搞了一次质量万里行。哎，中国质量万里行，调查这些假东西。嗯，假东西确实坑害人。是。哎呀，坑害我们消费者。没错，对我们消费者不负责任。您算说对了。我看完了以后，我有我自己的观点。您有什么观点？我认为假东西不能说完全不好。嗯，真的东西不能说完全都好。我不同意您的观点。怎么？我认为真的就是好的，假的就没有好的。不对，假的有好的。假的没好的？有。没有？有。什么？假牙。假，你这人怎么想起来的？你说好不好？假牙怎么好？没到岁数牙没了啊，嘴还特别馋。是。想吃一种东西。吃什么呀？铁蚕豆。您瞧吃的这东西，买了一包，挑了一个搁嘴里了，还嚼呢。嗯，这费劲。嗯，再抿抿。吐。怎么吐出来了？歇会儿。歇。什么人这是？哎，你说有假牙，安上之后一吃，嘎巴嘎巴香，好不好？假的呀，就这一样好。假头发。假。假发。啊。没到岁数脱发了啊，男同志脱了就脱了，怎么呢？他省得剃了。你瞧，倒想得开。女同志三十来岁没头发了，拿起镜子一照，自己这个难看，恨不能把自己脑袋揪下来。至于吗？我怎么这德行呢？啊，哎，儿，来假发一戴，焕发青春。假的呀，漂亮。就这两样好。假手。假手。干工作没留神啊，咔嚓打这儿切下去了哟，这叫工伤。是啊，那责任还在自己，这怎么办呢？您说说多难过。嗯，找大夫给配一假手。哦，哎，来假手，满能活动，能动，嘿，还能攥拳，嘿，还能拿笔写字儿。好啊，还能掏钱包。掏，那是小偷，掏自己的。那叫拿钱包，怎么叫掏钱包啊？这是不是？哎，假的东西好不好？嗯，在他的启发下，我最近发明了一种东西。您发明什么了？假酒。假酒。嗯嗯嗯，工业酒精兑凉水，缺德。瞧你那相，我知道，知道你做假酒。我研究的不是这酒。什么假酒？虎骨酒。虎骨酒还有您研究？嗯，老北京谁不知道？北京有同仁堂药铺，那天就有虎骨酒。完了，你国际知识没有啊？啊。虎骨酒啊，顾名思义得老虎的骨头。当然了，上哪儿逮老虎去啊？上山逮老虎去，那犯法。是啊，老虎是世界上保护的动物，国家一类保护动物。哎，联合国有文章，嗯，联合国有命令，有通知，对，不许逮老虎。没错，逮老虎你把老虎逮着你也判刑了。是啊，哎，我研究的不用老虎。用什么呀？老虎的骨头干嘛？用什么骨头？我用猫骨头。猫骨头，这是我们中国的古语。什么古语？照猫画虎。那是成语啊。逮猫没关系啊，拿猫骨头泡。哦，泡仨月。为什么泡仨月呢？我给它起了个名，叫什么？九龄虎骨酒。怎么叫九龄呢？就是仨月。哦，九十天。哎，对对对，九龄虎骨酒。对，研究好了之后卖这个材料，卖专利，电线杆子贴条，怎么写呀？你想发财吗？啊，打算致富吗？怎么着？赶紧到我这儿来。你怎么样？我这研究的出来的叫九龄虎骨酒。嗯，本材料投资少，效益高。哦，马上就能发财。是。现在憋子进发财人多着呢。啊，眼都蓝了。是啊。哎，来到我这儿买，买完之后我先赚钱。啊，赚钱我也享受享受。怎么享受？我来辆汽车坐坐。我还买一车。买一车。买什么车？奔驰。奔。行。嗯，你坐这假酒你就快奔死了。不是，这牌车牌子那叫奔死啊。奔吗？那叫奔驰啊。甭管是奔什么，我先发财买辆汽车啊。你说这玩意儿还就有买的。嗯，我就赚了钱了。
买了这个材料，他能在家里搁着吗？怎么样？他不得研究做吗？哦，得造这酒啊。是啊，有造的就有卖的，有卖的翻过来说又有买的。谁没事买这酒啊？有。谁呀？我岳父。你老丈人？他喝这酒啊？他不喝。那给谁喝？送给我爸爸。你爸爸喝这酒？哎呦，老头风湿关节。是啊，什么药方都治了，就是不行。嗯，那天我岳父来了，亲家啊，亲家，怎么了？快来吧，我给你拿来了什么呀？克星。这是专治关节。什么东西？九灵虎骨酒。哦，哎，我一瞧，这不我研究那玩意儿吗？啊，怎么跑我们家来了？这个你爸爸喝了吗？喝了。有没有什么疗效？太有疗效。您说说都有什么疗效？太有疗效，我都没想到的这种疗效。嗯，我爸爸喝完了九灵虎骨酒之后，从饮食上起了变化了。他这饮食怎么了？吃饭的时候不吃主食了，吃什么？专门吃水产品。哦，增加营养。特别爱吃那小鱼儿。哦，连鱼头带鱼刺都吃了。是趴在桌子底下吃的吗？嗯，有时候一高兴上底下吃去。哦，还有什么变化？眼神起了变化。眼神怎么了？我爸爸的眼睛不好啊。啊，看报得戴花镜。那叫老花眼啊。哎呦，那个厉害，戴上花镜还看不见呢。他喝完这酒以后呢？由打喝完酒之后，这眼睛二毛子烁烁放光。嗯，越到晚上这亮越大。是啊，自己坐的屋里照影子了都。嗯，哟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俩眼球变了。眼球怎么了？变色了。变什么色了？一只黄的，一只蓝的。嗯，这么说你爸喝完这酒以后，他可就值了钱了。看怎么了？还有什么变化？还有变化啊！您算，由打我爸爸喝完酒之后，我们街道那一片半个月没闹耗子。哦，这街道应该给你爸爸来一卫生奖状。还没发现了。哦，还有变化吗？有，那变化太大了啊！我爸爸喝完酒之后，自己跟自己较劲。嗯，那天我岳父又来了，他这个生理上有变化吗？还生理啊？啊，您还真提到了。嗯，提对了。您说说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我爸爸内分泌变了。内分泌怎么变了？就我爸爸的胡子。胡子怎么了？原来我爸爸的胡子顺着长，喝完这酒以后呢，横着长了。这酒劲儿可太大了。感情啊。啊，那天我岳父又来了。又来干嘛来？看我爸爸来了。看他干嘛？一进门，亲家啊，怎么样呢？打喝完酒，我说您瞧，不就这样了吗？啊，哎呦，真不错。我说您快请坐吧，岳父。让他坐一干嘛？老哥俩喝一桌。哦，让老哥俩一块儿喝，推杯换盏饮流灵。你瞧这词儿多好、啊！你看怎么样？我给您做菜，我就把桌摆好了。老哥俩脸对脸就坐下了。嗯，把酒满上。我爸爸刚闻了闻，刚要喝，我岳父还没喝了。怎么样？我再仔细一瞧，哎呦妈呀！我岳父起了变化了。他起什么变化了？脸也白了，汗也下来了，俩眼珠往一块儿斗。啊。这胳膊直抽筋儿，冲着我爸爸就这样。什么样？嘿，你等等，嘿嘿，等等，等等，等等，这怎么了？这是不知道啊？问问。哎呀，老岳父，您怎么的了？您说话呀！啊，我一问，我才知道。知道什么了？感情我岳父就属耗子的。说，条件反射。哎呦，这可不得了呢。啊，岳父啊，今天天气太晚了。嗯，您不能回家了。不回家怎么办？您回家在路上这样，我怕有危险。那住哪儿呢？您住在我们家吧。住哪儿啊？您跟我爸爸睡在一块儿吧。哦，让老哥俩住一个屋了。就给让到一个屋里去了。嗯，睡到半夜，我就听我爸爸那屋打起来了。谁跟谁打起来了？不知道啊。啊，赶紧出来看看吧。接着窗我一瞧，坏了。怎么了？我岳父跟我爸爸打起来了。是，我岳父投了跑，我爸爸就在后边追。嗯，
我也不知道我爸爸什么时候练会了这么手功夫。什么功夫？他会窜了。好，衣服突喵喵的跑着，爸爸一个人住的啊，噌就窜过去了啊。这手掐着我岳父脖子，这手摁着我岳父的腿，嘴里还直嚷嚷呢。嚷嚷什么呀？喵！